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人物节目。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卡马拉哈里斯的政治盟友们如何在幕后运筹帷幄，为他接任总统候选人铺路。如果拜登总统决定退出竞选，这些盟友们希望哈里斯能顺利接任。然而，这个计划并不简单，他们需要迅速建立他的政治运作团队，并展示他在各方面的成就。 这一切都在拜登政治前景不稳的背景下进行。盟友们认为哈里斯的忠诚和低调是他最好的策略，但同时也让他处于劣势。这场战斗将在党内的多个战线上展开，挑战不小。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在美国政治的风云变幻中，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的盟友们正悄然展开一场精细的幕后行动。 他们的目标是确保一旦总统乔·拜登决定退出2024年的总统竞选，哈里斯能顺利接任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一幕后行动虽然尚未得到哈里斯或其团队的正式批准，但随着拜登的健康和政治前景在近期内显得越发脆弱，这项计划变得尤为紧迫。 Yahoo US 报道指出，这个非正式的运动涉及到哈里斯的前工作人员、国会黑人核心小组成员、民权领袖以及他的长期盟友们。他们正在努力建立一个能展示他在升职权力之外的其他国内外议题上的成就的形象。这一切都是为了塑造一个更全面的候选人形象，以增强他在党内的竞争力和公信力。一位直接参与讨论的人表示。 当时机成熟时，有一个努力在悄悄进行，以准备好启动这个机制。这些盟友们深知，如果拜登选择退出竞选，他们需要迅速行动，以确保哈里斯能成功接棒。在本周的一次国会黑人核心小组成员和民权领袖的晚宴上，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吉姆·克莱本强烈捍卫拜登在票单上的位置，但他也暗示，如果拜登选择自愿退出，哈里斯应该是他的接替者。 克莱本的发言人为对其言论做出回应，但引用了他之前的评论，即如果哈里斯在票单上，他绝对会支持他。然而，这个临时机构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哈里斯目前缺乏一支强大的政治运作团队。一位前高级拜登政府助手透露，没有一个跑卡马拉跑的团体在等待。很多人非常支持他，但他目前没有一个外部机构。 随着拜登政治未来的不确定性，哈里斯和拜登的盟友们对民主党人过于公开的讨论替代他或让他争取这一点感到不安。奥巴马二零零八年竞选经理大卫普洛夫在 MSNBC 上表示，哈里斯应该聪明的说：“嘿，我想赢得这个，他处于绝对的驾驶座。”但他也承认，在几乎任何情况下，他都将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这一切都取决于拜登的决定。 如果他退出竞选并明确表示应该举行公开党代会或不表态，哈里斯的道路将变得更加困难。他将不得不面对一整个雄心勃勃的总统候选人名单的竞争。一位参与该努力的人士表示，初步计划是首先明确表态，跳过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性副总统将是一个错误，特别是在一个由黑人女性支撑的党内。但也有其他基于政治和政策的理由选择哈里斯。 这位人士说，第一步是确保人们知道他在政策上是非常合格的，这一点需要通过一群人在电视和网上大声疾呼来表达。第二步是组织一个努力，向美国人民以及党代会表明，出于同样的原因，应该是他。参与者们努力保持这些对话的私密性，以免损害哈里斯与拜登或其内圈的关系。哈里斯本人也因其对拜登的忠诚而处于明显的劣势。 他不能被视为在对拜登进行任何操作。与其他被提及的替代人选不同，哈里斯和他的团队无法参与竞选活动。一位参与计划的人士指出，他是一只作鸭，他不能进行任何代表的对话或其他事情。而其他可能的竞争者自由行动，既可以攻击总统，又可以推动自己的候选人。他们在利用他的忠诚。 这些盟友认为哈里斯的沉默是他最好的选择。他一直是拜登最强烈的捍卫者之一，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他告诉他的团队保持低调，不参与任何计划，也不与媒体交谈。推动哈里斯成为票单顶端的战斗，将不得不在多个战线上进行，对抗党内希望自己心仪的候选人成为顶端的不同派系。这场战斗既需要在党内建立共识。 又需要在公众中赢得支持，因为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这场幕后的棋局都将深深影响二零二四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走向。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卡马拉·哈里斯的盟友们正在进行一场复杂而微妙的幕后运动，以确保如果总统乔·拜登决定退出竞选，副总统哈里斯能够顺利接任，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这项努力并未得到哈里斯或其团队的正式批准，但随着拜登的竞选活动显得摇摇欲坠，这项计划变得更加紧迫。 该运动的核心在于为哈里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运作团队，同时塑造他在升职权力之外的其他国内外议题上的成就的形象，以描绘出一个更全面的候选人形象。哈里斯的盟友们承认，党内对他能否在对阵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选战中获胜仍存在疑虑，因此他们计划创建一套关于他成就的谈话要点，以向党内领导层和选民展示他在政策上的合格性。 这个分散的团体并非试图推翻拜登，而是准备在适当时机为哈里斯辩护。这场运动包括前哈里斯的工作人员、国会黑人核心小组成员、民权领袖和副总统的长期盟友。在最近的一次晚宴上，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的吉姆·克莱本强烈捍卫拜登在票单上的位置，但他补充说，如果拜登选择退出，他的接替者应该是哈里斯。 克莱本暗示，如果拜登退出，他们需要捍卫哈里斯，避免公开的党代会可能带来的混乱。目前，哈里斯几乎没有自己的政治运作团队。一位前高级拜登政府助手表示，没有一个跑卡马拉跑的团体在等待。随着围绕拜登政治未来的讨论演变，哈里斯的盟友们对于民主党人过于公开的讨论绕过他或让他争取总统候选人位置感到不安。 奥巴马二零零八年竞选经理大卫普洛夫在 MSNBC 上表示，哈里斯应该聪明地说：“嘿，我想赢得这个，他处于绝对的驾驶座。”但他也补充说，在几乎任何情况下，他都将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这一切都取决于拜登的决定。 如果他退出并明确表示应该举行公开党代会，或不表态，哈里斯的道路将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他将不得不与一整个雄心勃勃的总统候选人名单竞争。初步计划是首先明确表示，跳过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性副总统将是一个错误，特别是在一个由黑人女性支撑的党内。其次是组织一个努力，向美国人民以及党代会表明，出于同样的原因，应该是哈里斯。 这些盟友努力保持这些对话的私密性，以免损害哈里斯与拜登或其内圈的关系，因为他们可能会误以为他在进行操作。哈里斯本人因其对拜登的忠诚而处于明显的劣势，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与其他被提及的替代人选不同，哈里斯和他的团队不能被视为在对拜登进行操作，因此哈里斯的盟友们认为他的沉默是他最好的选择。 他一直是拜登最强烈的捍卫者之一，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他告诉他的团队保持低调，不参与任何计划，也不与媒体交谈。推动哈里斯成为票单顶端的战斗将不得不在多个战线上进行，对抗党内希望自己心仪的候选人成为顶端的不同派系。这将是一场复杂而艰难的运动，但哈里斯的盟友们已经开始行动，以确保他的成功。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卡马拉·哈里斯理应成为总统候选人，他已经证明了自己在副总统职位上的能力。 你知道吗？她是第一位当选全国办公室的黑人女性，也是亚裔美国人，这是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最佳象征。哎呀，楚天舒，你这是要给全美人民送上一场笑话吗？哈里斯在副总统任期内的表现可不咋的，毕竟她在处理边境危机和移民问题上的成绩单，让人尴尬的能直插三尺的。 还有，他的微笑有时候比他的政策更能引起关注。谢琪琪，别忘了哈里斯在参议院的经验和他的法律背景。他曾经是加州的检察长，这可不是随便谁都能拿下的位置。再说，你难道没有看到他在疫情期间力挺疫苗接种？这可是拯救了无数生命。 楚天舒，哈里斯的参议员经验是没错，但他那冗长的法律生涯，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实质性的政治智慧。再说了，他在疫苗推广上的工作，也不是单靠他一个人的努力，还有很多其他人共同努力。要说成就，拜登是不是应该也被送上神坛？拜登确实有他的功劳。 但当我们谈论下一任总统时，我们需要看到未来的领导力。哈里斯作为一位女性，特别是有黑人和亚裔背景的女性，能够激励无数年轻人追求政治梦想。这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做到的事情啊！楚天舒，你说的这些背景和身份都很感人，但我们选总统可不是选一个形象代言人。 哈里斯的政策和实际执行能力才是重点，而这一点，他目前还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要知道，选举可不是慈善活动，是实打实的比拼。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让我们来看看这次政治斗争的戏台吧。 卡马拉·哈里斯的盟友正忙得不可开交，试图确保他在拜登出局的情况下能够顺利接任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这可不是哈里斯自己或者其团队的主意，但随着拜登竞选活动看起来有点摇摆不定，这个非正式计划变得越发重要。 这群人可是手忙脚乱呢。他们要确保哈里斯的成就不仅限于升职权利，而要突出他在其他国内外议题上的贡献。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迅速组建一个政治运作团队，并且制定一套谈话要点，让他看起来更全面。简单来说，他们在给他铸造一个英雄形象。 这段非正式的斗争还要面对党内的不信任，特别是领导层对他是否能在对阵特朗普的选战中获胜的质疑。这群盟友可得抓紧时间，既要防止公开党代会的混乱局面，又要在十一月的选举中取得胜利。谈到政治斗争，这些人可不是来推翻拜登的，他们只是认为哈里斯应该是新的总统候选人。 说的好听点，这叫未雨绸缪，但其实这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地下战争。现在，这些盟友们正忙着与民主党的领导人沟通，包括前哈里斯的工作人员、国会黑人核心小组成员、民权领袖和哈里斯的长期盟友。大家都在紧张地讨论，尤其是最近，气氛越来越紧张。 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吉姆克莱本在一次晚宴上公开表示，如果拜登选择退出，那么哈里斯应该接替他。这些领导人都同意公开党代会会很混乱，可能会让党失去选举。克莱本的发言人虽然不愿证实他的言论，但强调他之前支持哈里斯的立场。哈里斯的困境在于，他目前几乎没有自己的政治运作团队。 很多人支持他，但他没有一个外部机构来为他运作。随着围绕拜登政治未来的讨论愈演愈烈，哈里斯和拜登的盟友们对于民主党内部绕过他或者让他争取这一点的讨论感到不安。 奥巴马2008年竞选经理大卫·普洛夫在 MSNBC 上表示，哈里斯应该表现出他想要赢得这个位置的决心，但他也承认，哈里斯基本上已经是最有可能的民主党候选人。这一切都取决于拜登的决定。如果拜登选择退出，并且明确表示应该举行公开党代会，哈里斯的道路将更加困难。 他将不得不与一整个雄心勃勃的总统候选人名单竞争。初步计划是首先让大家明白，跳过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性副总统将是一个错误，特别是对于一个由黑人女性支撑的党内。其次，是组织一个努力，向美国人民和党代会表明，因为同样的理由，哈里斯应该是最佳选择。 这些对话被小心翼翼地保持私密，以免损害哈里斯与拜登或其内圈的关系。哈里斯因其对拜登的忠诚而处于明显的劣势，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与其他可能的竞争者不同，哈里斯和他的团队不能被视为在对拜登进行操作。他的盟友认为哈里斯的沉默是他最好的选择，他一直是拜登最强烈的捍卫者之一。 哈里斯告诉他的团队保持低调，不参与任何计划，也不与媒体交谈。总结来说，这是一场多线作战的复杂政治斗争。哈里斯的支持者们正在努力确保他能够顺利接任，也在努力平衡党内不同派系的需求。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 do world，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